好，上课吧。今天呢，看一下，还是回答一下问题。他这个呢，主要讲的是一个是材料表呢，写全压和写全压的。我看一下这个自己的样本吧，我先看一下自己是怎么写的。它这个排烟风机的这个样本呢，它是标准化就是这个。我选的时候呢，我就按照定价来选的，然后我再加上一个这个压力，然后就是加上了100帕左右，然后再按照一个全压来选。然后写的话嘛，它上面怎么写你就跟着怎么写，用这个写清楚，你去定压全压写全压写清楚 OK 了。然后呢是这个样本什么的你要不要，样本在里面写，那这东西在网易样本上都能下载下来，能下掉这个样本。上一个，我反正写考上一些样本吧，考上一些样本，然后放到这个，我刚才问过了，就是他放到这个讲课的这个里面，课件里面，然后他就你们就可以考，然后网上的也可以考，你们也可以考，你就到网上去考。也可以，
这个呢就是松果台烟松果的一个当时的水计算，这个是风量啊，风量是每年用于四零啊，然后管宽是125×800，长是41米，流速，然后应该是流速是15米，然后是重压，这是特别的重压，然后这个德尔塔是局部的压水啊，然后。哦，对，这个是局部的，局部的这个压子，这是圆形的加局部，是拐断方案的，对，那这个总共就是算下来107趟，这是一年，才100多。这个呢，下面都是100，大概就是啊，这就是一段一段算的，这样一段一段算，算下来最后就是这个总的就是个500多，就是算的一个地方。版本这个版本高，没有联系的，那个打不开。这个就是那个台烟松果嘛，
合的点。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体组的这个样本啊，咱们都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裸感式的这个整体组织，大概的形状就是这样。离心式的呢，也是有这么两个缸，但是呢，一般它那两个缸是横着开。一个稍微高一点，稍微低一点，而且呢，它的上面离心式的上面的就有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弯，然后很大的一个是圆盘的那种，那样子能看出来它是离心式的还是裸感式。然后这就是它的技术规格，型号，然后制冷量。制冷量完了，这是冷冰，冷冰再强调一次，一冷冰等于美国冷冰嘛，3.5尺，大概就是3.5尺，咱们算一下呗。然后829除以一个236，大概就是3.512米嘛，3.513的样子。这个就是。然后你看它有一个叫。压缩机回路，一回路和二回路 A 和回路 B， 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小机器它是单压缩机的，大机器呢它是两个压缩机的，所以它是有两个回路。接线的时候也要注意，接线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问题。那进出水温度7到12度，流量压降，它的压降你看大点的机器的话下来就是75千帕嘛。这个冷冻机光一个冷冻机就是将近8米的水了，你加上它时间长了之后会有一些阻塞什么的，你就算下去像是8米水，你再加上别的设备什么的，估到10米都不为过，还有说9米，然后都一点也不大。然后这就是进出口的管径，就是那个管径。哦，出水温度30、35，30、35，但实际上有时候这是标准的标准值，实际上是达不到，有时候你做不到这个温度。你选用这台的时候，你用成怎么样的大一点？然后出口压降，这个出口压降，你看冷冻这一侧是高一些的，冷那个冷却这一侧是低一些。电源就要注意，提电的时候一定注意。这个地方写的是，刚才我说那个 A 回路、B 回路，这个地方就写着两路提电，这跟它的配电一定要给它写清楚，就是一路两路。一路的话，你写总线输入功率152啊。这个比如说是两个回路的，那么你就写一下152加140功率，再写这两个，你要写加，不要写一个，写一个就是它就按照一个来写。这个有什么这个问题？然后三省尺寸，长宽高。这个长宽高嘛，意思就是你在做冷冻机房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冷冻机在施工过程中怎么样放到冷冻机房里，要预留组件的安装通道。具体的选型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详细的列表。这个表上呢，它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出水的温度，它是5到10度、6到11度、7到12度、8到13度，它这个
最小的最冷的脱水温，最低脱水温度是4度，最高脱水温度它可以达到10度，然后你这个是可选的。选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同样的这个机器，它的制冷量什么时候这个输入功率什么时候最大？低到12度的时候它是154，到了你要10度出水的时候，它那个功率就163了，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对吧？制冷量加大了，所以功率它也加大了。那么那你算下来的话，872除以一个163，算下来是5.349，是五点几的这个，这叫 ER 值啊 ，ER 不就是这个值啊？对，讲过哈，你讲过吧？一个是冬天的，一个夏天的，对，热效率，对，热效率比较，一个是制冷的 ，ER 是制冷的。COP 值和ER值哪个是制冷？看一下，前面都看看有这个什么。不知道这些工，不下面那些上课的人有没有知道的了？可能都退出来了，现在没人了。再听，那你问问那个在线的，这知道不知道？先知道不知道 ER 值和 COP 值哪个是指的是制冷系数，哪个是指的是热？冷却水、冷凝水和水量，它本来应该是吧？我没找到，我先看一下。我看一下啊。冷却水、冷凝水水量关系有没有经验公式？稍等啊。制冷性能系数叫 ER 值。COP 应该是，本质区别呢是，我看一下啊。是额定工况和规定条件下进行热泵制热运行时的值，所以 COP 值应该是制热，所以说现在这个也要记录一下啊。好，冷却水、冷凝水的水量关系有没有经验公式？冷却水、冷凝水和水量关系，你是指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关系的？因为冷却水、冷凝水的水量关系，冷凝水，冷冻水吧，是指的应该是。它这个是，你看它这个，
经验公式是没有，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那样的，你根据你的这个冷冻机的这个冷量，你查样本，样本上就有，你看冷冻机的样本上，比如说这个冷冻机，这是一个冷冻机，然后你就看7到12度，它的制冷量是达到818，然后输入功率162，7到12度，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冷水的流量就是140，对吧？就是140，140和37和32，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是冷凝器的出水温度和进水温度，这个地方就是37和32。这就是你在达到这个工况的情况下的实际的冷凝水的出水温度，这个跟刚才那个30、35就不一样了，它实际是37、32，所以你在那个查冷却塔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标注就是这个意思，冷却水的流量这就有了168。然后你刚才说的，他这个网上那个同学问的这个，冷冻水和冷却水的这个流量你就能查到。查到以后，就是按照刚才我说的，然后你乘一个1.2，然后你去选水泵，乘一个1.15吧，选水泵，然后选再乘以你再就是这个数再乘以1.2，然后你就选那个冷却塔，单台冷却塔，然后选好以后你就这些都可以了。嗯，看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1000瓦冷负荷最大冷凝水不是按照啊，他问的意思就是冷凝水就是冷凝水不算出来。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还没有讲到啊。这个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冷凝水和我的冷冻水、冷却水是三回事。我们现在是分三种，一是冷冻水。7到12度，7度供，12度回，这是冷冻水。冷却水，然后呢是刚才说咱们按这个样本上来查的，它是32共37是进冷却塔，然后呢还有一个这是冷却水，然后冷凝水，第三个才是冷凝水。这个冷凝水的这个水量呢是有一个专门在技术措施上有一个估算的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在99页，技术措施的99页，冷凝水管道，往后翻一篇，100页，就是表5.10.6，100页，表5.10.6，这个。上面是冷却的负荷，就是你这个设备的空调的这个空调箱，或者是风机散管，就是或者是组合式空调箱。下面就是你应该配的这个管道的工程直径，就是你冷凝管的工程直径。这个呢，具体的这个水量，冷凝水的水量是0.0.几的话，这个可以这样估算。嗯，它这个表下面是不是啊？是可以这么估算，也可以吧？是这么估算。啊，但是实际上我也不估算，没有必要，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估，你就是按照你这个环境查到多少就是多少。这个。嗯，因为这个量本身估算没有任何意义，而且
各种环境它的这个能量，北方南方或者什么都不一样，都算没有用。一般这个冷凝水的这个坡度呢，千分之三以上，一般做到九三电话做到1%也比较好。还有，冰滴的，这个是我怀疑他是在台资企业工作的啊。冰滴的复合怎样选择？是和末端复合一样吗？还是比末端复合小？假设末端都是同时使用的，这个嘛，你可以找那个冷冻机的那个，在基督措施的空调系统的冷源的129页，就是工程记录措施的129页，最好是大家都翻一下书，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先翻书，不翻书就好办一些，看一下。6.1.5，确定冷水系统的装机容量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朝向和不同用途房间增值的出现以及各建筑空调工况的差异。对空调负荷乘以小于一的就这么计数，一般是指0.1到0.9，建筑规模大时起下限，规模小时上限。实际上呢，我也就是，稍微小一点或者是一样的。甚至只要大了，只要大了，我们一般也不会小，一般不会太小。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算的过程里哈，你算下了一个冷量，这个冷量实际上就是应该的，我认为就是应该你的冷量了。这个冷量呢，你在选机器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就应该满足这个最大冷量，这个我觉得你不能自己考虑这个城市技术，这个城市技术我觉得已经考虑过了，算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了。正经是末端呢，因为你选，比如说你这个末端算下来是50千瓦，你选的时候没有50千瓦的风力盘管，有一个48的，有一个53的，你选哪个？你肯定选那个53的，你选53的时候就已经大了。最后你算下来以后，你的余量实际上是留在哪儿？是在末端上。这个呢，我认为是更合理的，因为末端有余量的时候，它更利于这个系统的这个工作。尤其是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尽可能把这个空气流冷却下来，这个是合理的。如果你要是再做的深入一点呢，你整体的冷量冷负荷可以往下调一点。然后你再选冷冻机，还是按照这个冷冻机的按照这个负荷来选，不要人为去做。我是个人是这么认为。好了，现在那个问题呢，就先答到这儿哈。有问题的话，我们过一段再答。这个开始继续讲课啊。然后下面看一下它的安装率，这个冷水系统的安装率，这是它的这个立面哈，它这个管呢，底下这个是冷却水的，上面这个是冷冻水，然后一般都是下进上出，下进上出，就是为了换热的，这样的结构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抽管空间，这边它你看换的就是1米，这边500，这边700，它实际上很小，它主要是这边有一个箱子，你要注意它有一个监控箱子的位置，一定要想记住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你看它画的是2.6米，它这儿是这儿一标2.6米，它这个机器的长才多少？2.74米嘛，对吧？2.74米，它这个机器的光抽管这个前面这个抽管距离就
两米六加上这个距离的话，实际上也就三米多，就是你这个距离一定要给它留。啊，这是接电，接电它就是两米接电。这是基础，你看它的基础一大块，加上上面预留这个伤口，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伤口。这个伤口现场赔的。这个就是冷水基础的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看，这是空调的那个主机房里面的这个材料表，这个看一下，我们写那些东西哈，一个是型号、水温、能量、蒸发气流。蒸发器的流量、压力项、冷凝器的流量，这个是错的，这个不是这个，应该是都那个，对。然后压力项，然后就是输入的功率，然后这边呢要写清楚，就是一个是运行重量，一个是最优品质，这是节能的要求，要写清楚这个最优品质。然后呢，就是冷冻水泵流量、扬声、功率。然后，如果要是电瓶泵，再写就是写清楚它的用途、编号、用途，然后配电工具。然后，这就是电池水泵，然后钢板取向。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水泵的时候呢，我现在就是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水泵现在有一个节能的规范，有一个能效输送比，这输送比怎么算的？就是这个输电耗电输冷比，这个是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最新，现在最新的这个节能的这个公共节能设计标准，公共节能设计标准就是最新的这本，这本上面的第27页，这本书的第27页、26页，4.4.7。这个是空调冷热水系统啊，是循环泵作为动力的，它呢就是说要避免不合理的浪费呢，就是说要有一个冷热水泵的输电输冷的一个比值，它的这个实验这个思路就是这个思路。你看，如果一个规定的水泵扬程啊，标准规定限值为36米，是吧？那标准规定36米，一般我们讲的时候，你
超过了36米的话，你这个你去想想，你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就是说要是不是应该用二次泵？就是说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它就是出处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半径越大，因此这个值也就越大。它这个值是有不同的这个限制的。你看它这个值是这样的哈，这就是那个值，这是热，这个是就是没有这个括号里的这个地方，等于这个值乘以流量和扬程的，你这儿有几台泵，就是这个，所以整个冷热源设备的总的冷热量，这个就是你总共有，这个是那个什么，这个是输入的那个流量。和扬程水泵的那个流量，这是扬程除以它的效率，这个水泵的效率的话，你这个东西很难找。我现在是一般都是按照70%来考虑。我翻了一下样本上，它也没有提到说水泵到底是多少，没找到。我也没找到。我一般就是现在大家回去下面要去可以去找一下哈，看看。然后去找一找看，这就是把您的这个乘以把这个流量扬程，比如说我有两台泵同时运行，那我就是两台泵的流量乘以它的每台泵的流量乘以扬程啊，最后然后把这个除以这个效率。泵的效率这个是啊，来，然后底上这个就是整个冷热源设备的总计的这个冷量，然后得出来这个数呢，去跟一个值，这个值是几，就这个值啊，去跟这个值是几。然后水泵的流量，你看这个是吨啊，咱们这个肯定是这个了。水泵效率它一般就是它写的到70%，哎，这个有，这新规范哈，我以前没见过。我也是刚看的，这个是它大于这个的是73%，这个你看就是70%的样子，小泵越小的泵越不行。然后这样你看等水基础的。对，机房内阻力，基础的这个换热器，然后模组最后一比较是16米水，哇塞，它是在换热器，它这有9米，水过滤器3米，水过滤器基础的，那么这个是你看清楚，这个要记住了哈，这个我刚才说的是九米，现在实际上这样算下来它是16米。它是16米，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型的设备，而且它不是这个比较大，肯定比较大。你看风机盘管它是按照7米，空调箱它是按照10米，然后总共下来它是按照12米，你这一做就16就是28了，所以说下来以后基本上就到头了。空调水系统是23页的，
正好我今天找到这儿了。冷水机的供水水温度常温是五度嘛，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加大冷水供水水温差，就是系统减少能耗，大雨因此导致的设备传热效率下降和相关能耗。然后它这个需注意的是，在加大这个时候要保证末端在大温差下的运行参数，该设备性能呢也发生了变化。然后采用此方法是因不同技术需要，通常冷水的这个采用七度，这个供回水的六度，就是七到十三度。咱们原来七到十二度，它是七到十三度，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那个加大温差的办法。它这个办法呢，你看为什么供水的温度是六度，回水的温度它是加一度？它为什么不把供水的温度改成六度？因为就是。供水温差是七到十二度，它是六度嘛？哦，对，六度，它然后就等于扩大了两度了，扩大了两度。这样的话，它下来以后，这个东西就是会悬浮效率稍微有点降低的。在这种情况下，供水水温度对于空调末端设备的影响不大，基本上不会增加设备的末端数据。这就是说，六到十三度的时候，它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你的风机残管和现在的这个七到十二度的是用到一样的，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大温差的时候，末端的时候，你可以当自己，这个是一个，因为以前有一个论文上写过这个。这个我通过这个看到这儿了，我刚刚看过去看到这儿了，我正好得到一个印证，我就顺便给大家也说一下吧。然后就是还是说到刚才这个 HMC HR 值哈，我还是这个怎么跟我说的不一样？哦，有这样的，这就是这个值哈，这个值应该是它应该是大于一个数的呀。对于系统来说，随着电流变化，长短有关系，然后你用了一个合格判定的线性值有关系，可用下列判定式表示，这个值呢是这个值的合格判定，哦，对，那就找到了，就是这样，值的合格判定式是这个式的，小于这个式的。啊，我说我怎么看着那本书上，它这两个字是并列的，这儿是这个，然后把这个放到这边，然后中间有一个小于号写的，我说怎么这两个分开了？啊，对，这两个值是这样算，然后大家这个就是，你算呗，就这个值，算上一个数，这个值你算上一个数，然后算完以后你去比较嘛，这些值的取的这个里面呢跟什么有关呢？一个是跟这个水泵的这个流量有关系，这是一个取值的这个有关系，然后就是跟它这个地值就是根据这个阻力有关系，然后就是大家根据这个阻力来选择。然后就是这个地值，然后机器放，咱们机器放，然后这个等最后等下来。这个是就是说这个输送能效比这个输送能效比这个要注意的。另外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呢，就是冷冻机房，大家看一下，冷冻机房的这个上面啊，有一个阀门，在冷水机组上面这有一个电动阀，这个阀怎么选？这个阀还有包括那个以后做到这个空调箱上都有这个阀怎么选？这个阀，那有人就是这是200了，我直接放个200就好了。不是低，是流量，按照它的流量来选。你这个阀上呢有一个，这种电动阀都有一个 PV 值，这是其中给你加的啊，这家都不一样。
然后你把你这个流量输送去，就是 1.8 吧，比如我的是一个38吧，然后呢你就 OK 了，然后直接就点，这个是偏胖，这三个都是准备，然后一点 OK 了，你这个管道38的这种1发每小时的这种管子，那么它对应的就是这个，它64的23嘛，64.23，这是它的 KV 值了 ，KVS 这是 KV 值，它的 KV 值你们推荐选用或者推荐选择的时候，你就挑这个绿色的和这个颜色的，你就选这两个，选下来就是它的这个 KV 值，然后你去那个样本上找，它现在这个项目没有标注这个管径，你去样本上找这个值是这么大的阀门，你不管它管径是多大。你去选这个项，如果说我正好没有这个 KV 值这个计算的这个样本，或者说我就是随便一选了怎么办？就是你这个设备出口是多大，你就选多大，按照它的这个出口设备来选，你不要按照你的管结果来选，对，不要按照你自己的结果来选，你按照这个。设备的出口来讲，这样的话就比较合适，因为它的出口一般都比较小。我看一下啊，开立的冷水机样本，我看一下。出口口径。我是1000零几的，我看一下，1081嘛，我是1081，它这里面没有，它是，我看现在这个罗盘是指是说1009和1135，就在这个之间吧，它是200。这个呢只有100，这个是200，11351085大概就是这个11，我看我选的是哪一个地址啊？嗯，那个管子，不是，冷冻水的管子是计算者来的呀，那不也是基础总流量吗？是基础总流量，但是基础本身的，我们选管的时候是不看基那个冷水基础的接管是不看的，我算下来多少就是多少，接这个基础的管之后是不一样的，我这个算下来比如说1081千瓦300嘛，就300的，它这个呢你看一下它的300的是什么样子的，看一下啊，它300的时候，这个进出口口的口径，这个冷却这一段是150的，它是150，所以的话，你接的时候它可能是要变性的，然后接这个阀的时候呢，你选的时候你要按照，你如果没有这个样本的话，你就选择选择150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变性阀呢，就是说如果它有调节功能的时候，虽然这个关断本身这个是关断的啊，如果它有调节功能的时候才能实现。如果你能用那个的话，调节功能就很便于你，你要作为电动调节阀的时候，它就更合理，它就不用动不了吧，就是说效果是不如这个好，不灵敏的，不好控制。下面就开始讲一下这个膨胀水箱了。膨胀水箱有两种，我先看一下啊。有问题不少了。哎，一的负荷怎样选择？是跟负的负荷一样吗？这个问题答过了哈。一的负荷，这个末端负荷的问题答过了。
然后这个建筑规模小的分类有没有个规模大小的分类，比如多少平米大的你算大的，多少平米以下算小的。这么多空调水管都是直接的空调水管都可以的。这个规模大小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了，我个人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大小的区域，你比如说你跟你个人我感觉做起来嘛，一般15000平米嘛，就是三层啊，然后你要是7000平米嘛，就是两层半，或者是两层或者两层半，就是一个纯超市。15000平米底下是带消费帽的，就是底下带一层的那个什么服装啊，什么这一类的这种珠宝啊，这种店。你两层的那就是单纯的就是超市了，就是纯超市。这就是物业，剩下的物业不是你的，那你就是纯超市了。然后再小的就是我说的那种城乡结合部的那种小超市，1000以下的这种呢，就是一个小楼，可能原来是菜场，上面就是一个超市，你一个小门面，下面两层，也还行，但是毕竟是小。再往下就是100平米的那种标超，标准超市标超，就是大小的规模就是这样子的。多少算小的这个你不好说，一般7000平米下就算小的，它7000到1000之间没有，为什么？不是没有，很少，为什么？因为那个大不大小不小它没法拆，不就是那个4000以下到1000之间这种房它没法拆，它一层也不是，两层也不是，就不好了，它这个不划算，布置不了。水计算空调管路损是直接套用供电节能规范，这个空调水管路损是直接套用节能规范，这个当然不行了，你这个应该是按照你计算的来的。假如末端有6台设备，那是从经水机房的集管集水口是接6根管出来，还是先接一根主管到房间后再分成6支呢？这个肯定是先一根主管，然后到房间再分成6支了。它那个冷冻机房里面有的，如果要是简单系统呢，就是直接出来；如果要是复杂系统呢，它就需要做一个分集水器。分集水器它也不会接到每一台设备，它只是分一个空调区域和另一个空调的区域。这个呢是这样的，空调的分水器，这个是进口，输3个出口。这个比如说接新区，这个可能接卖场，这个可能接高区，它是这样分，然后进去以后又分了很多支很多支，然后每个支上又分了很多支，这才开始带设备，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不可能直接每一台设备。这就是根据这个膨胀水箱有两种，一种是钢板水箱，一种是跟这个冷水塔一起做的玻璃钢水箱。实际上我认为是钢板水箱好一些，玻璃钢水箱呢时间长了质量没有保证。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接法，这个呢是培水接过来，接给水的时候呢，一只它接到冷水塔，冷水塔下面是两个分水进进口，这个进口的口径你就根据冷水塔的这个储水的这个口径你确定多少就是多少，前面加一个截止阀，这个一样就加一个截止阀，然后再分一只，这个是膨胀水箱。在这个接给水的前面我们要注意哈，接给水的时候前面要做什么，一个是水表，一个是
叫做防盗流程计划，这个书给大家来讲一下。那你不喜欢吗？一般我都是选一个头他们几页啊，就是说，但是你要表示有这个他们不选一方就可以。然后这个水箱是怎么选的？我们现在就以钢板水箱为例。这个呢，先看一下它这个图，它的主要接管，这个是补水管 ，DN25 的一个补水管，这个是溢流管，这个是除那个排水管、换水管，这个呢是膨胀管。然后这几个管呢，我们选的时候如何选一个膨胀水箱呢？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就根据这个系统，我们来选一下膨胀水箱啊，一步一步选。首先呢，打开这个措施的164页，看一下。大家先看一下，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系统属于什么系统？属于水清理系统还是强风系统？因为我呢，实际上这个里面有什么叫水清理系统，什么叫强风系统？水空气系统就是风衣盘管、空调箱，这就是吊装式的那种空调箱，这就是水的冷气啊，水的带冷气。全空气系统呢，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冷冻机房里，那个空调机房里放了一个空调箱，然后吹出来全是风，只是空调箱来，就是你的末端就到了空调箱为止。为什么这有区别呢？就是空调箱的话，你这个水管就不进这个整个区域里面就没有水管，对吧？然后你就要仔细想想，你到底这个系统是什么？我这个系统呢，我是按照水空气系统来选，因为我觉得这样环保点一点啊。然后我取到呢最大值，这个单位容量1.3。然后呢，我这个总的面积，我扣掉了一部分这个非空调面积吧，我按照14000平米算，那么这个水容量呢就是1.3，就是0.00013立方了哈，乘以14000，最后算下来就是18个立方。它的这个是总的这个系统容量就是18个立方。然后呢，你就看一下，在这个书的165页的6.9.6，然后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补水量的话是。算下来是总补水量，然后补水量是按照补水的小时流量是按照这个系统的啊6.9.3哈，6.9.3补水泵应该下列要做选择设定。这个虽然说是补水泵，但是它下面也在讲了总小时流量因为总水容量的5%。后面你们会看到，它实际上那个膨胀水箱也是按照这个补水量的这个水容量这个补水量来选的，它就是5%。5%呢，就是18吨乘以0.05，最后下来就是0.9个立方。这个就是它的小时的补水量，就是一小时需要补0.9个立方的水。然后呢，底下就是看水箱的调节容积了。水箱的调节容积在6.9.6这一条下面有一个值，这个值是 VT。VT 不应小于3分钟运行的补水泵流量，
且应保证水箱调节水位高差不小于200毫米。就是说这两个里面，你先按照三分钟的这个流量来算，一小时是0.9的补，那么三分钟算下来以后，只有多少啊？0.045立方，就是45升。也就是说，水箱的调节容积呢，就是45升。然后这个水的这个膨胀量，水是有膨胀的，它热水呢是灌满以后是凉水膨胀，它就是水是凉水灌满热水膨胀，凉水呢是放进去以后本身不会膨胀，它受冷会收缩，但是一旦停机的时候它会膨胀。你运行的时候你在不断补水，补进去以后它的系统正常正常好，你停机的时候这个水就会变热，那时候它就开始膨胀，它正好是两个这个就是两种膨胀的过程嘛，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膨胀管的这个我看膨胀水的膨胀量呢，你就是能够查出来。刚才水箱的调节容积就是刚才这个 VT 哈，就是三分钟的这个储水量。后面呢还有一个 VT 的这个膨胀量。膨胀量是你按下面有一个公式 6.9.6/2 来算，但是呢这个公式我也没有把它算过。算下来以后这个值可以算一下。受热膨胀前的这个温度7到12度的话，我看，所以呢，我一般也我就没有算，我就按照估算来的。估算的话嘛，就是因为这是空调的冷水7到12度，那么膨胀量我就按照这个4.16升每立方米来算。算下来以后呢，只有因为它水的容量是18吨嘛，18立方嘛，那么一个立方是4.16，最后算上是0.08呀，0.08立方米，也就是80升，只有80升呀。然后总容积算下来，就是刚才那前面那个水箱调节容积0.045加上这个后面的水的这个膨胀量0.08，最后下来以后是0.12立方，就是这个水箱就是总容积就这么点，0.12立方。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那个膨胀水箱的这个图。怎么选膨胀水箱呢？有一个国家的标准图03R401-2，这就是标准图。现在我知道这个号是不变，应该没有变，这是最新的这个标准图号，原来叫 T905-1。然后它这个里面从0.5升容积的一直到5升的都有，那么我们这个下来才0.08了，那么选这个就 OK 了。然后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图了，大家先看一下吧。0.08的话，上面这个型号，这就是几号水箱，这是国家一个标准的这个水箱号。然后呢，容积，这是有效容积，公称容积有效容积，这是你长宽高，然后厚度，然后底部支架，这个做法就都有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水箱哈，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没有？这是立面图，这个是侧视，这个是顶视。你有什么觉得奇怪的地方？
这是什么？下面那个是吧？啊，这是什么？不是吧？啊，这是什么？快速补水管。这就是不锈钢坏了的时候，这是快速补，就是经常排水，快速补，或者是刚开始就这种快速补。逆流管、通气管，这个一个是二，排水管三四，能量管。这个不锈钢就在这儿。我一开始觉得也是，应该是在这儿吧，这条线啊，对，它在这儿。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你在补水以后，你水满了吧，它会膨胀哎。就是你如果是分热的时候，你是凉水水进去，补到这儿满了吧，它膨胀了，膨胀完以后，这个不锈钢实际上是淹没在这个膨胀以后的水里，水就在这儿，水高过这个不锈钢，所以这时候你这个不锈钢如果按到最上面，你水高就慢慢的就漏了，然后水呢，中间等水下来的时候，它浮沫的时候，这个水，或者是你冷冻期的时候呢，这个水本来普通凉的时候补在这儿的。它一冷下来了，这里面又补了水了，对吧？都补满了，补在这儿。等它一停冷冻一停，水就涨了价了。你如果要这个不锈钢爆冷包的话，它这个水就很流动，而且这个地方就这都它就把这个阀就放到底下，因为它总共这个高度是 h 嘛 ，h 是多高？900多，这个是多少？这个补水管是保证这个水的最小应用面大于200嘛，这就是那个200嘛。然后到此为止就是200。